这个跳过去也太难了吧！噔噔噔噔噔噔，哈！啊！哎哥，你干啥的？哎呦，致残啊！你这臭什么？啊，很明显他是无敌的，不管他啊，先走。哎呦我去，这也不是动物园，都展示一遍干嘛？哦，好血腥哦，很难。哎呀！啊！真是个天才，我去了，肯定不是走这个，也不是走这个，那肯定是走这个喽。上一张跳那个我就疯了，我跳疯了都还要跳。啊，你们可以走了，今晚上直播全都是这个。我可以用这种方法跳，可能更好一些。哦，这他妈到底咋了？跳不行吗？哦，我真是个天才！没问题。还高一点。嘿，哦耶！我去，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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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型有点问题。哎，哥，千万别嘿哈，嘿哈我就死了。好，我们慢慢往前蹭，好吧？走错了吧？啊，我走反了！我操！上上上上，稳住，稳住你的小脚啊！稳住你的小脚，千万不要先不奋，上这边来。好，再往上走。好好的，保持保持啊！很明显你上不了了，走这边。会输给任何游戏的关卡，重要的是稳，重要的是稳，一定要稳，一定要稳。我去，这个关太难了。我去。
太不容易了，我，我操！我买婴儿历史 ，Very Very Is Good。看一下啊 ，Is 什么玩意儿 ？Not There 什么这个 ，The。什么这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啊，就是那个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啊，掏出我的手机，轮椅、车、书、枪，轮椅、车、书、枪，有什么意义吗？轮椅、书、车、枪、书，我擦。枪，我觉得这个轮椅、书和枪应该是代表着一些东西。车，他是不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剧情呢？再看一眼，应该是叙述了男主角的，或者是这张纸人的一生。车。这个剧情开头有车，车撞了男主角一下，然后呢，男主角就残疾了，坐了轮椅，是不是这意思？枪和书，坐轮椅，呀，应该是先选枪吧，然后坐轮椅，不对，枪和书，书，书。哦，枪，不对不对，车，看男主角坐轮椅，然后拿枪，然后是书，写书，啊！哈哈 ，so easy。买英格历史 ，very very is good， 下去吗？怎么画风又突变了？干嘛呀？地图。哦，这应该是这个地方的机关啊！我们看一下啊。哎，好的，你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只要我们一直向左走就能出去的，很简单啊，一直向左走，先走。Fuck！ 什么鬼东西？我操，这么玩意儿干啥？等会儿我跟你走行吗？等会儿你不回头吧？回头我就死了！千万别回头！好，那是。我跟你问好吧？在哪儿呢？我在这儿。再看一眼，在这儿。向前走。感觉我迷路了呀！Okay.
这边。Oh yes! Yes, he suffered severe spinal damage in the accident. It's a miracle he still retains upper body motion. From the waist down, however, there is no nervous response at all. Not to mention the mental trauma he suffered. From what I can tell, Simon is a deeply disturbed individual who had mental problems even prior to the accident. Simon 不是我吗？我就叫 Simon 啊。警察？哎呀妈！男主角为什么用爬的呀？你为什么要用爬的呀，哥哥 ？Holy fuck! Holy fuck! Holy shit! Holy shit! 我也 Holy shit! That was close. 我去，太惊险了吧，这个。Is he still there? 我靠！这是不是男主角的幻觉呀、啊、？No no no, something is obviously not right. I should hurry now before something else happens. 难道这一切都是幻觉吗？哦，第五章，记住这个门，记住这个门。原来一个，打呗。原来应该是没有这个门。你要来送子弹了？啊不，搬。嗯，谢谢，感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我就哎干啥？怎么拽个人跟头呢？这边的存档点都消失了。哎呀！我需要舍弃一个东西啊，手枪和机枪，机枪我连用都没用过，干脆把警棍扔了。好，我们回去。哎 ，sorry， 原来你上楼梯的时候跑步会被绊倒啊，你也是真是神奇。跑起来，奔跑吧，男主角。这边。回去啊。哦，这叫恐惧之气，非常经典的一个恐怖游戏，特别的经典。而且这个游戏流程挺长的，我已经玩了好多天了。好的，这是一款2012年的游戏，是一款老游戏，但是做的非常的好。我是不是走错了？你不要一惊一乍的，老绊倒，好吧？啊，对，是这儿。然后呢，我们得启动电车，对不对？启动电车。好。啊，应该上我车了吧？啊、哦，走了，呜，老司机嘛，老火车司机，呜，呜，不能什么什么的，来不及解释了，赶紧上车，啊，剧情。Back to the train.Sitting here like a fool. Feels like it was just a few seconds ago I was traveling here. No, think straight. I got hit by a car. 这一切都是男主角的幻觉吗 ？And these things have been trying to kill me since.
I mean,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with me? 我也在好奇是谁在开车，全自动的吗？ Why? How would that solve any of the crazy shit I've seen? I can't even contact the police. Everything is just fucked. Fucked. Could it be that I'm just hallucinating? No, seriously. Am I? Or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I keep thinking back at that doctor guy. Well, he is. 他提到了医生。他的医生。Seeing as he wears a gas mask. Or is all this just not real? 不会，火车不会出什么事儿吧？I'm just very confused. 总感觉这狗血的剧情会是这样。So many questions, but no answers. I'll see what happens when I come home. 感觉前方有高能。你看我说什么了？是时候你登场了，小伙。是时候你登场了。然后现在干嘛呀？先存个档吧。你这好歹给我个存档点啊！啊，谢谢。你有高能吗？哎，不对吗？不是走这儿啊！这好烦啊，这个设计很烦人。来吧，宝贝儿，什么都没有，我可以出去吗？设计不科学啊！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哇，太黑了！手枪，你给我出来！这时候需要你。吃你妹的！什么玩意儿啊？哥，你别那么呛！啊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太他妈狠了，肯定有高能！哎呦，哎呦，这么多机枪，可以刚一波呀！来人呐！没人，什么都没有，这么安逸！来人呐！哎呦，狼头哥，狼！把老实意大利枪拿出来！我靠 ！I'm rolling。加楼里压了压下去，我去！大杀器啊，这个是毛都没有。来，啊去你妹啊！我去你妹的！哈！我去你！去你妹的！阿姆楼里，嗯，我去你妹的！哈！哎呀！脚丫子，脚丫子，还有这种凶残道具啊！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皮箱提示我要把脚放过去，这什么狗血激情啊！这太黑了，太黑了，安全感，安全感，老子有大杀器，怕谁？回到车的末端。到了，容我先存个档压压惊。谢谢，先存个档压压惊，非常感谢。你的脚丫子我找回来了。
但有什么意义呢？男主角无缘无故的去找一个脚丫子，然后放到皮箱里，然后就触发了剧情。男主角，你吃饱了撑了吗？什么鬼？我靠，这脚 ，My back， 我的包，什么情况？什么意思？我的，我靠，我大杀器啊！我往上跳吗？这么紧张的乐，我。坑爹，这是坑爹，这哎我去，我觉得必要死在这儿，我觉得没动，哪儿跳啊？哎呦我去！加油，加油，加油！哎，卡住了！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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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fuck！ 后退点！哎，什么玩意儿挡我？哎，过不去啊！妈妈，我想哭。妈妈，我想哭。什么鬼？今天直播到这儿吧，明天再说，大家拜拜。完全没有高音。我。